我的天哪，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实验，往香蕉里倒入雷碧和可乐，浸泡24个小时后就能得到一个坚硬无比的解压香蕉。哇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香蕉竟然可以变成解压玩具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做解压玩具了。现在我们就成立侦破小组，查询真相，一辨真假，超市走起。可乐、雪碧，跟我走。香蕉，跟我走。材料一集齐，开整。拿出我的祖传大杯。香蕉搞里头，倒入可乐，还有雪碧，盖上盖子。看在小侦探这么努力的份上，点个小心心吧。静等5个小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让我看看有什么变化。怎么还没变成解压香蕉？我想到办法了，刚好有解压香蕉，跟我走吧，把它放进去。西西，起来了，看看我们成果。天哪，好像真的变成香蕉解压球了。真的，居然成功了。是啊是啊，好神奇哦。真的变成香蕉解压球了，真的太像了。哇，好解压哦。我要去拿所有的水果都变成解压球。慢，这是我放的。我早料到它不会成功，所以我把它换掉。真的香蕉在这里，我以为它真的变成香蕉解压球了。小凯，知道我们一共放了多少种饮料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